咦，樱花小镇居然新开了一家奶茶店。老板，我要一杯珍珠奶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店里是没有珍珠奶茶的。啊，那你们这里有珍珠吗？有。有奶茶吗？也有。那珍珠奶茶。小姐，我们这里是没有珍珠奶茶的。那你有珍珠有奶茶混在一起不就好了吗？啊，您说的是我们的新品 QQ 弹弹绝绝子，好喝到跺脚脚茶。所以你们店的珍珠奶茶叫这个名字？我们店里没有珍珠奶茶的。哦，那我就要那一杯。哪一杯？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一长串的那个呀。讲出它的名字。麻烦给我一杯 QQ 弹弹绝绝子，好喝到跺脚脚茶。好的，稍等，珍珠奶茶一杯。